我哋今次咧睇兩段經文嘅，以弗所書2:8-10同埋3:16-20。咁呢兩段經文咧都係講一啲好重要嘅真理。咁我哋而家開始睇2:8嗰度，開始講到得救先嘅。呢度話咧，你唔得救係本乎恩。中文聖經和本翻譯做也因著信，但其實原文係藉著信。咁大家可以睇英文嗰度嘅，下低底嗰度 ，For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through faith。Through faith 咧係 through 係咩意思咧？係藉著用嗰個方法，藉著透過呢個方法。嗱，我哋本乎恩，本 saved by grace， 即係咧個來源係恩典 ，saved by grace 係恩典嚟救我哋。藉著透過呢個方法，所以呢兩個好重要嘅分別嘅 ，saved by grace 係出於佢嘅恩典，神嘅救恩，耶穌為我哋死，神嘅愛同埋救恩嗱，神赦免我咧，唔係淨係出於愛嘅喎，佢係一定要透過救恩嘅喎，即係話咧，神就係愛我哋，但耶穌冇為我哋死咧，救唔到我哋嘅，所以一定係要透過耶穌嘅救恩嘅，佢嘅救贖嘅恩典嘅，咁呢個。我哋得救咧，係出於呢個恩典，耶穌為我哋死嘅恩典，而藉著信嗱，藉著信同埋也因著信有咩分別咧？個因為咧係好唔同嘅，因為係又係有來源嘅意思嘅，因為咁咧有一本英文聖經翻譯咧，係將呢、這個即係我哋都要講 for by grace you've been saved through faith 呢個係多數嘅英文聖經翻譯本，但有一個英文聖經翻譯本係唔好嘅，咁佢點講咧？For you are saved by grace and faith, and 就變咗將兩個平衡啦。嗱，兩個平衡好有問題嘅。嗱，大家可以望住我，點咩叫平衡好有問題咧？譬如我用一個例子，有個人就嚟浸死，跌咗落水，好危險。跟住有個人救佢，咁咧呢個人出於恩典，出於好意去救佢啦。但係呢個人點樣會救上嚟咧？佢咧係佢嘅信心咩咧？佢捉住呢人嘅手，呢、这個就係佢信心啦。好啦，呢、这個人翻屋企嘅時候，佢會唔會同屋企人講：我今日差唔多浸死啊，真係差唔多死啦！有個人伸隻手嚟捉我，啊，我又好肯捉住佢，好彩我肯捉住佢啊！咁我就而家翻嚟啦。會唔會咁樣講嘢咧？即係會話啊，好彩我捉住佢嘅手啫，如果唔係我已經浸死啦。會唔會咁樣講嘢咧？唔會咁講，佢會話。好彩呢個人救我啊！如果唔係咧，我今日浸死咗啊！佢唔會誇大佢嘅捉住佢嘅手，係咪？捉住佢手有冇可誇咧？即係你用話誇耀啊！我肯捉住佢手，有冇得誇耀咧？即係我哋唔可以話哇！我肯捉住佢手喎，我好叻喎，我捉住佢手啊！有冇得誇耀啊？冇得誇耀，因為人哋救你，你已經死噶啦，你仲捉住人隻手有咩好誇耀？佢救你，咁你捉住佢嘅手呢、這個係必然嘅。嗱，信心其實就係捉住神嘅恩典啦。即係攞神嘅恩典叫信心，咁馬丁路德咧就形容咧信心咩咧？佢話好似你係冇曬錢嘅，冇曬嘢食嘅，個乞衣嚟嘅，跟住有錢佬俾你，跟住你就攞神伸手去攞，呢個就係信心，即係本身係冇嘅，唔值得有嘅，神將佢俾我哋。咁所以當我哋咁俾嘅時候咧，比較嘅時候，嗰個人俾嘢你食，同埋你肯食，你可以誇耀。哎呀，我差唔多餓死嘅，不過我肯食梗係好啦，真係我真係肯食喎。我哋唔會誇耀呢樣，因為你肯食根本係冇誇耀之處噶嘛，係咪？信耶穌有咩好誇耀咧？耶穌有得救我，好啦，耶穌救我啦，我接受耶穌救我，呢個係冇得誇耀噶嘛，即係個人落緊地獄啦。耶穌救我啦，耶穌好啦，我救你啦，好啦，捉住耶穌啦，咁呢個係冇得誇耀。咁大家明唔明白嗰個恩典同埋信心嗰個比例啊，係幾咁大分別？即係一個係個來源，一個只係一個方法個途徑。是一定藉著他信耶穌的，不過呢信耶穌是沒有可誇之處，這一點是我們非常清楚，一定要清楚，所以千萬不要覺得哇我信耶穌很厲害很大的件事，其實當然在我來說很大件事，但是呢不是我們有什麼可誇之處的。好，那繼續了，不是他用兩個不是出於什麼，不是出於自己，另外呢唔係出於行為，點解佢要用兩個唔係咧？即係加強啦，因為有啲人又覺得你自己夠叻夠好，啊，
嗱，雖然我哋講到神揀選人，同埋神咧係因為神嘅工作所以人信主，但係我哋唔係話神因為你乖所以我揀選你喎，唔係喎，神揀選好多人係唔乖喎。其實就算所謂乖嗰啲，佢後來都唔乖嘅，好多都好多嘅問題。佢唔係出於自己，跟住咧佢有個對比啦，而係神所俾我哋嘅，即係咁。所以呢度講到得救咧，其實有三樣嘢嘅。三樣第一個本乎恩，第二藉著信，第三樣咧係咩啊？啱啱講完神所賜嘅三樣嘢係神俾我哋嘅，咁咧就唔係出於行為，免得有人自誇啦，即係覺得死啦！我哇，我好叻喎，我做咗好多好嘢喎，其實係唔會有好自誇嘅。第十節啦，我明示他啲工作，其實工作意思咧即係創作品啊，即係神將你創造出嚟，我哋係佢嘅 creation。即是神做你出来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那不是透过其他方法，是透过耶稣，透过耶稣代死的而造成的。那而跟着有个对比了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但又说不是靠行为，这两个怎么可以平衡呢？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，但是神救我们，为了叫我们行善，怎么平衡呢？个关系是什么呢？得救行为不是得救的什么，是行为是得救的什么呢？聽我講一次，行為不是得救的乜嘢，而是得救的乜嘢咧？係兩個乜嘢？兩個答案嚟嘅。結果係啦，結果係乜嘢嘅結果啊？得救係啦，得救結果唔係得救嘅咩啊？行為唔係得救嘅乜嘢啊？原因係啦，原因或者條件，即係行為唔係得救嘅條件或者原因。得救呢，行為是得救的果子的後果、okay? 即不是他的條件，不是他的方法，即不是說我做好多些好事了那我就得救，是一定是禮物來的，信靠耶穌，即我們會信耶穌之後改變很多，不過我們不是靠這些行為得救，我們信耶穌得救，始終是信靠的。其實我們拿恩典都一樣的，領受神的恩典呢，譬如我們常都說你依靠神，神祝福你，都是不是靠行為的，因為我們的行為是不夠好的，所以一樣是你信靠。不過呢，一個真信耶穌的人，他的行為會怎樣呢？他的行為會真的聽耶穌話，會遵從神的，這個行為證明他真的有信心，真的信心他就會領受神不單止救他，並且是不斷的禮物，即是我們不配賞賜的，賞賜是不配，因為為什麼呢？在以賽亞書有講的，我們的好行為呢，我們的行為呢是污穢的衣裳來的，我們的善行呢是污穢的衣裳，是帶有罪污的。即是怎樣帶有罪污呢？我們會有不耐煩，我們幫人的時候會不耐煩，會品整、他都不信耶穌的、你這麼論盡、幫幾都幫不到，又不肯聽話，我們會有這些這樣的，這些就是帶有罪污的。譬如祈禱，是不是過祈禱的時候都說神一定幫我，神一定祝福我的呢？我們都會擔心，這個就是罪污了，即是我們做任何一樣好的事的時候都不會完美的，所以我們必定是永遠都是靠恩典的，信靠恩典。所以這個，所以我喜歡用信靠的，我不是只是信耶穌，信靠耶穌，那你就拔著祂倚靠祂。好了，我們是祂的工作創作品，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，為了叫我們行善。所以這個是什麼？為了是一個目的，亦都會產生的後果。那這些行善是神預備是什麼意思呢？神預備行善，這個預備是什麼意思呢？譬如說、預備神預備我去寫這個輕鬆得勝這本書，是一個計劃，是這個計劃，即是安排好每一個人呢，你都可以給神去使用，每一個人呢神都會計劃了你可以 有的預備的工、可以為主服侍主的地方，而個個人都重要的，因為耶穌不是計你大小的，是計你的生命質素、很簡單，就算一個人很老很病，但他說耶穌真的好了，感謝耶穌，每天都說多謝耶穌，那他為什麼會有這種生命呢？他一定是親近耶穌，經常親近耶穌，有力量了，跟著他一說什麼就說、耶穌真的好了，多謝天父，那呢他這個就是果子了，神就喜悅他整個生命是這樣的時候，他都是一樣神很大的喜悅的。我記得那時候有個婆婆帶她
我為佢祈禱，佢個女話佢好嚴重嘅病啊！大家可以望住我，好嚴重嘅病係冇得醫噶啦。咁佢個女叫我同佢祈禱，咁我同佢祈禱啦。我問佢有咩感受，佢話好舒服。咁咧，我話佛祖冇咁幫你，佢話冇。不過佢唔肯信耶穌，因為佢話我拜咗觀音好多年。咁後來咧就過了半年，佢忽然間點解用師今日冇嚟嘅咧？其實我好耐都冇去過。即係神感動佢啦，咁我跟住可以同佢祈禱，祈禱我問佢你有咩經歷，有咩感受？佢話好舒服。咁我話佛祖冇咁幫你又冇，觀音冇咁幫你又冇，咁你想信呢個真神啊？佢好咁啊，真係信耶穌洗禮同埋拆偶像。又跟住佢個女話俾我聽，佢第二日啊同佢啲子孫，你個個都要信耶穌，耶穌真係好好嘅。呢個就係果子啦，因為佢經歷到神嘅美善咧，佢嘅心裏面就流露出呢種果子啊。同埋佢有一日望住個天花板，一路望一路笑咧，一路望一路笑。佢女覺得佢梗係見到啲異象啊，天堂或者耶穌或者天使，即係睇到佢啲生命嘅流露啊。其實我哋生命嘅流露已經係果子啦，呢個已經係行善啦。好啦，跟住三章十六節，求咧求神按著佢豐盛嘅榮耀，藉著佢嘅靈，叫你心裏嘅力量剛強起嚟。咁呢個我哋睇到咧。又是有個藉著喎，即係神的工作首先是出於英文嗰用 according to， 即係根據佢好豐盛的榮耀。佢嗱呢度咧講到榮耀就唔係淨係講到有啲光輝喎，而係佢神嗰種佢嘅榮美啊，佢嗰種美麗，佢嗰種整個生命的美麗。佢裏面嘅慈愛啊，各樣嘅佢嘅美善，咁咧藉著佢嘅靈，透過聖靈嘅工作，神透過聖靈嘅工作，叫你心裏嘅力量剛強起嚟。嗱，呢度下面咧仲有其他神透過嘅方法嘅，我哋而家即係分析睇下呢個經文，不如俾大家睇一睇先。仲有邊度下低有講到神用嘅工作？嗱，呢個豐盛嘅榮耀就係佢個來源啦。神用過什麼的工作呢？他的靈，是的，這個他的靈，還有下面還有什麼？他在二十節，是的，他的大能，運行的大能，即是他又講到神的靈，神的大能，然後他做的工作包括什麼呢？因為我想大家住在心裏，係啦，佢能夠咧使基督藉著你嘅信心住喺呢個裏面啦。仲有啲咩工作啊？可以令到你嘅改變？心裏力量剛強起來。係啦，有力量剛強起來。其實呢個經文咧係講咗好幾樣嘅，有講來源、方法又後果嘅。你咁樣諗咧，你就會嗰、那個經文就會更加透徹明白啦。OK， 嗱，我呢度我而家要解落去啦。求神咧，按住佢豐盛嘅榮耀，藉著佢嘅靈，透過神嘅靈啦，叫你心裏嘅力量剛強起嚟。即係神咧會叫我哋嘅心裏面咧充滿力量 ，strengthen with might through the spirit in the inner man。呢個 New King James 係比較準確嘅。strengthen with might， 即係用大能啊嚟到加強、堅強我哋。In the inner man， 嗱呢個佢就用心裏啦，但係咧喺原文聖經咧，其實就唔係就用心裏嘅，係講到你裏面嗰個新性情啊，裏面嗰個新人啊，叫你個新人咧係充滿力量嘅。咁第十七節咧，叫基督咧藉著你哋嘅信，呢個又係藉著咯，藉著你嘅信就住喺你裏面啦。嗱，所以呢度第一樣嘢就有力量，第二樣嘢。佢住喺你嗰度，即係同在喎，停留喺度咯喎，一路停留喺度。然後個後果係乜嘢咧？愛心有根有基，咁你睇嗰度咧就 rooted and grounded in love， 即係話咧係有根啦，揦住啦，然後 grounded 咧係即係話係好平穩嘅，係穩陣嘅，即係有個基礎喺度嘅，穩陣嘅。第一就係有根係。捉實嗰度，又咧係並且唔係就有根，係企得好穩陣嘅，唔搖動嘅，係有根有基。
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何等長闊高深。咁呢度咧，佢特別加上呢句同眾聖徒一同明白。咁有咩重要性呢？同為眾聖徒一齊明白。有一個重要性咧，就係唔係淨係個人嘅，係集體嘅，係集體嘅，係即係話基督徒嘅行為應該係集體嘅。神要立教會，點解呢？神立教會，耶穌同彼得講，佢話咧：我賜俾個教會有權柄，陰間嘅權柄唔能夠勝過佢嘅。佢係會即係神咧會俾呢、这個開咗呢個天國嘅門。咁咧係我哋在地上捆綁，在天上要捆綁，在地上釋放係天上釋放。即係神咧賜俾教會呢個權柄，所以基督徒咧我哋唔係淨係個人嘅，唔係淨係個人同神關係，呢個係一部分。但亦都有一個集體跟神的關係，亦都是集體跟弟兄姊妹之間的關係。我們不要忽略了這個集體的部分，即如果基督徒的生命是沒有集體的活動，沒有集體的跟弟兄姊妹一起聯繫，就是不完整的，是、啊、即不是神的心意的。神的心意是我們跟整個群體一起去敬拜神，和明白神的愛，回應神的愛，服侍主，這樣的時候就有力量了，亦都是基督在世上的代表。我們是基督的身體，即是耶穌透過我們在世上做工的。好了，跟眾聖徒一起明白基督的愛何等長闊高深。我問了你們說長闊高深， 你覺得有什麼分別呢？即是他不是只說耶穌的愛很大的，長闊高深，長可以代表什麼？長闊可以代表什麼？ 3D 是啦，這個第一啦，時間啦， OK，你個個都一起諗嘅，呢啲全部都啱嘅，因為長闊高深包括埋曬呢啲嘢嘅。但大家諗一諗，長同寬有咩分別？高一橫嘅 vertical 一個 horizontal， 一個 vertical 一個 horizontal。OK， 除咗之外咧，大家一起再諗啊，再繼續諗啊。長由香港長係點啊？由香港好長咁樣，神嘅愛好長咁，即係去到邊度啊？去到好遠啊！即係去到好遠方嘅人，好同神隔離嘅人，同神咧即係好有距離嘅人，亦都去到一啲人嘅心裏面同神好遠嘅人，即係總之幾遠都好啦，神都可以嚟到噶啦。寬啦，廣闊啦，無論咩種類嘅人，你係黑人、白人、黃種人，你係蠢嘅，你係懶嘅，你係。什麼都學不到的，你是囚犯，你是罪犯，什麼都好，很闊的，神的愛很廣闊，是容納任何的人可以進去的。高呢？有地位和有地位，有地位和這個一方面就有地位的，神的愛有地位的，這個就是他那個、高度，就是說可以多大多高，神的愛很高很高，超越我們所想像的。心呢就入到人的深處了，入到人的內心的心靈了，就是我們最深層。這些你可以有其他的解釋，不過我只是說有時聖經用一些字眼，我們不要就這樣看到長闊高深即是很多啦，很大啦，這樣就可以都可以擴展到，就是說長可以去到最遠方的人，去最難達到的人，也都是很闊廣闊，什麼人都好，幾蠢、幾懶、幾聰明、幾有智慧，什麼都好，神都可以去得到的。有幾高、幾不可想像的高，同埋不可想像的深度入到人心處。有些人去過天堂，他說哇，從來都未試過想到神的愛這麼大，神的愛湧流，他們用他的言語表達，這個只是經歷神的愛的一部分。因為為什麼他只是去天堂一陣間，神的愛已經去到他那裡，他的明白神的愛是否比我們大很多？大很多，不過他都未明白神的愛。其實神的愛我們現在明白知道很大，不過我們的心是否感受很大很大呢？神的愛哇，真的大到不了，真的哇，我們幾遠又都好，幾多罪都好，神都一定赦免，神一定祝福，神怎樣耐性幫我，神怎樣提升我去到高高的層次，可以去到很大很大，我們個個都可以成為一個偉人，可以祝福很多人。你是不是信到這樣的程度？還有你何時做的這麼多事，神就開心到不得了，你就算做得不夠好，你求主赦免，他立刻歡喜。我們是不是那個信心去到有多少呢？
經歷神的愛有幾多呢？你覺得夠不夠多呢？如果你跟那些人去過天堂比較，你說真的不夠多，但我們現在可不可以有信心去擴展這個長闊高深，即是神的愛的長闊高深？這是一個挑戰，希望大家日日都去想一下神的愛，以及日日回應神的愛，也都學到用靈的禱告。譬如我自己來說，我感謝神，現在我隨時一想耶穌，即刻神的愛就會湧流，神的能力即刻來到，神的喜樂即刻來到。但是我依然覺得我只是觸摸到神的愛的一部分而已，我還是未去得完的，還有排去得完，我感謝主還有排去得完，我將來去到天堂還去得更多。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渴求，我們今天有三個新來的姊妹在祈禱都經歷到聖靈的能力，就是神就這麼真的。那他又經歷到這幾個禮拜都繼續經歷到，明天經歷喜樂，我特意不說名字，因為要放在網上，我們看到哇，即是神的愛可以這麼大，那我們就不要這麼快滿足，不要這麼快停在這裡是這麼多的了，而是說我可以繼續繼續繼續，我可以去多一些神的愛，越去得多的人越輕鬆，越有力量，越不同了，整個人不同了。因為太多人呢，就算信耶穌很久，他是更加成日都對人很嚴厲、很苛刻，很多要求、很多壓力，他對自己都有很多壓力，他不是充滿愛的，不是充滿憐憫，是比較少見。即我其實我都接觸很多基督徒，我發現很多基督徒呢對一些難幫的人開始沒什麼耐性，開始他的愛呢就會很缺乏，就因為他的裡面都不是充滿愛，他只是覺得我要做，我要救你，你又不聽話，我救你不到，所以猛咯，覺得你很不聽話，那就會發猛症咯。但是當一個人充滿愛的時候呢，就算那些人多不聽話，那心依然是充滿愛的。好了，繼續了。咁啊，並且咧，知道呢個愛係過於人所能測度，呢個就係即係話我哋諗都諗唔到嘅。咁咧，第一就係我哋先講到有啲人去天堂嘅經歷啦。但係我哋諗都諗唔到，神設計我哋嗰陣嗱，我哋去到天堂咧，應該會睇翻呢啲情景噶啦。神點樣設計你條路？點樣塑造？我們今天講到的時候講到這個神所定的日子，我上面讀一日已經寫了，拆信這個定是原文的意思，是可以解一些搖像塑造一些瓷器。那麼在神塑造你的生命的時候，你將來去到天堂你會看到的，神怎樣整理你的生命，一路計劃你的日子，那一天那樣，一路這樣，神會讓我們看完的。我你以前怎樣樣，但我怎樣幫你，我怎樣提升你，一路幫你咁咧，你睇翻時，哇！神啊，我以前都唔知嘅，原來你咁對我咁好噶。然後咧，神就 show 俾你睇咯，呢個計劃。跟住咧，我哋點唔聽話嗱？你神就俾你睇嗱，你點唔聽話？但我點樣感動你？點樣拉翻你轉頭？點樣扶持你？點樣使用不同嘅人幫你？跟住我提升你，又使用你祝福人。咁你越睇咧，哇！神啊，真係好多嘢我都未知喎。然後跟住你去到天堂，哇！原來天堂有咁多境界，咁多美麗嘅嘢。神啊，原來你為我預備了這麼多好的東西，還有又看到魔鬼他的破壞性，神怎樣去戰勝魔鬼，怎樣踐踏魔鬼，怎樣幫我們得勝，即每一個角度我們都可以更加明白神的愛是超越我們想像的。現在我們都是憑這些想像，但我們想像呢總是去到一個層次而已，我們去到天堂的時候就會更加明白神那種愛的層次。我希望大家呢越明白就越好，那你就越是歡喜神。在我心中我經常都覺得神有很多的大恩大愛，我明白的只是小部分，求主幫我明白更多，叫我更加深深感受，不只是明白，明白個頭腦，深深感受，深深被神的愛融化，深深被神的愛改變，願意回應神。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。我今早講的信息希望大家留在心中，就是說神的計劃，如果你聽完神的話呢，是全然是成功的。成功的意思不是說你世上沒有成功，而是呢因為神有計劃，是一定成全神的計劃的，你的生命就會做到神要做的事，並且是沒有失敗的。那你有沒有搞錯？你聽完神的話呢，你的生命就會沒有這些罪，罪就是造成失敗的。但是我們會有人拒絕我們，那些不算失敗，因為你努力了那些不算失敗，即是我們傳福音他不信，我們不失敗。那就這句說話對我很大鼓勵，原來我聽完神的話呢，我就在神裡面就越來越多成功，以及越少失敗。
我哋嘅生命可以提升到高嘅層次。而依度講嘅信息係咩咧？就係話呢個愛係個長闊高深，我好難想像，同埋過於我能夠測度。所以我每日希望測度神嘅愛多啲，等我成日活在神嘅愛中，我成個生命咧係越嚟越充滿愛嘅。咁咧，我哋嘅生命就不再一樣啦。咁嘅時候，我哋其實我哋中間有人係願意咁嘅時候咧，你嘅生命成個生命會提升曬，成個生命咧係無可限量。即係你唔好淨係話牧師你做到，係個個都做到。而且我所有嘅教導，我全部呢啲啊輕鬆得勝，最後一個月之內就會印到出嚟噶啦，已經俾咗印刷商啦。咁咧嗰啲教導全部你可以自由用嘅。咁咧，我咁多年積聚曬嘅經驗咧，全部你一下子撞一聲有曬。咁你如果你全部領受咧，你就可以用之不盡啦。咁我希望大家，你就唔使再 go through 經歷曬好多困難先學翻呢啲嘢。喺英文有句説話嘅，即係話咧，you don't have to reinvent the wheel， 即係發明個車轆咧呢樣嘢係喺人類歷史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嚟。以前冇車轆呢樣嘢噶嘛，咁啊可能佢開頭用啲 log 啊，即係啲木棍啊，咁樣碌碌碌運啲嘢啦。咁後來發明到，即係可能初頭就係啲木棍喺度碌碌，啊碌碌咗向前，又揾啲木棍擺喺前面，咁樣一路跟住佢碌。後來咧就發明到一個車轆可以連喺個車度，咁呢個係一個好大發明。咁啊呢個説話做咩咧？你唔使再由頭發明個車轆噶。我所有經歷過的學習，所有呢啲嘢，你唔使再一次發明過，你只要攞嚟用就得噶。我希望大家都將呢啲教導咧用出嚟，同埋呢個而家呢個發揚神屬性查經法，大家都用出嚟。好啦，就叫神一切嘅啊呢、這個中文聖經咧係即係上一次我哋都睇到佢哋將呢個神嘅豐盛咧，佢就翻譯咗一切充滿的。咁啊，其實英文聖經全部都翻譯做 fullness 啊 ，the fullness of God。神的豐盛充滿我們，神有多豐盛啊？祂的豐盛實在很難想像，只是看神造的腦已經多豐盛，神造的荷爾蒙，神造的細胞，神造整個世界的平衡，神的聖靈的工作，在我們人生中的工作，神在我們得救的過程，得救之後的工程，全部呢都是很大的豐盛。而而家講個豐盛同我有咩關係啊？大家睇睇經文，同我有咩關係啊？神嘅豐盛同我哋而家有咩關係啊？充滿咗我哋啊！即係我哋都可以豐盛，神都可以同我哋講説話。譬如我今朝我已經預備好曬講道啊，但係喺我敬拜嗰時，神就俾咗多啲我。係講到咩咧？當我哋喺完全喺神嘅完美計劃，我哋就更多成功神裏面嘅主裏面嘅成功啦，同埋咧。在那時候就神就給了我意念了，是更少個人的失敗，不是我們會傳福音一樣碰釘，那種失敗一樣有，但是個人失敗是沒有的。那就是說如果真的聽了神的話，人人都會有錯，但我們求主赦免，那個時候就減少這個個人失敗，越聽話呢就越少個人失敗。這個豐盛就是說神會教我，在那時候就教我，我周時都會祈禱又有些新的意念給我。我希望大家都習慣呢樣嘢，成日都留意神俾你嘅意念，咁你就越嚟越領受咯。呢度咧就係神嘅豐盛住喺你心中，咁即係話你嘅生命就會變得乜嘢啊？神嘅豐盛喺你心中，你就會變得乜嘢啊？豐盛咯。耶穌來係要叫我哋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。不過好多人就諗到豐盛咧，淨係諗到啊有啲錢啦，有供應啦，有啲聰明智慧啦，有啲恩賜啦，就係諗到咁。其實那個豐盛是我們沒有想像去到什麼位置的，有多少多少的豐盛，大家如果上網看多些見證，你會看到神做的真的很神奇，那個豐盛我們可以進入的。二十節，神能夠照著運行我們心裡面的大力，充充足足成就一切。這裡說到另一件事，就是祂運行的大力，祂的能力在我們心裡運行，就充充足足的，就是呢exceedingly abundantly 嗱，佢度佢英文咧用咗超乎嘅豐盛啊，喺最尾二行嗰度 exceedingly abundantly 就係超乎嘅豐盛嚟到成就一切。嗱呢度講到神係咪做緊，淨係做緊嘢啊？呢度話咩啊？係咪神淨係做嘢啊？做緊嘢啊？
第一睇睇呢樣咩詞回答呢樣嘢，係咪神正係做緊嘢啊？佢係乜嘢咧？佢係做成功啊！由邊個詞啊？邊個詞啊？成就啊！佢喺我哋心裏運行嘅大力會成就一切，做成功。佢唔係淨係做嘢，佢係做成功。所以我哋放心，佢會做成功。嗱，呢個經文又可以加入我哋其中一個，我哋今日講嘅經文，咪講到完全嘅呢個純全可以嘅旨意，呢、这個完全嘅旨意。咁而呢度咧就講到佢會成就啦。神喺世界成就，亦都喺我哋生命中成就，超過我哋所求所想嘅，係我哋諗都諗唔到嘅。呢、这個經文令我哋諗起邊一個經文啊？超乎我哋所想所求。哥林多前書二章九節，記唔記得啊？神為愛佢人所預備嘅眼睛未曾睇見，耳朵未曾聽見，人心未曾想到嘅，即係你所求，你以為求嘅嘢啦。有啲人話：我求個靚女，求個有錢仔，有個靚仔，以為呢啲咧就解決。其實呢啲唔係嘅，呢個係即係嗰個求嘅層次係好低嘅，以為咧外表就係一切嘅。而我哋咧所求嘅，當我哋真係注目喺神咧所求嘅，所達到嘅係更多，超乎我哋所想所求。好啦，我哋而家睇一睇，咁你我希望大家都有呢個習慣，好似我咁 mark 聖經啊，即係呢個咁可能你覺得哇乜咁多嘢嘅咧咁樣。好啦，問下大家啦，首先係紅藍綠三種色，記唔記得紅藍綠係代表咩？紅係咩啊？恩典。恩典。藍咧？罪。罪或者懲罰。綠咧？綠就係我哋應該做嘅啦，好容易記得嘅啫。紅就係好似補血，紅色。又相反，懲罰或者係要求，唔係要求咧，要做乜咧就係綠色嘅。但係懲罰啊、管教啊啊嗰啲咧就係藍色嘅，或者係相反同恩典相反嘅。由綠色就好似樹葉長大。咁黃色嗰啲間住咧？呢個 highlight 上界就即係啲重點字。好啦，你問得嗰陣時會回恩，點解個箭嘴倒翻轉頭嘅？你盡量你解答俾我聽咯。點解倒翻轉頭嘅？係啦，恩典帶嚟得救嘛，係咪啊？所以咪最好你哋答我點解咧？因為咧，你等你明白啊。好啦 ，by grace 係恩典。咁咧，然後咧，藉著信，點解個藉著信又倒翻轉頭戰罪嘅？亦都係個信，然後帶得救嘛，係咪？咁咧，所以嗱，第一就係恩典。我哋得救有關嘅，第一係恩典，第二係信心。然後跟住咧，用咗藍色喎，我用咗藍色嘅數字喎，出頭嗰個一係紅色嘅，呢個係藍色喎，唔係出於自己，因為係即係否定佢啦，唔係出於自己啦。然後第二個藍色係不是出於行為啦，兩個啦 ，OK， 乃是神所賜的。點解個箭嘴倒翻轉頭嘅？神所賜帶嚟乜嘢啊？一睇到個紅色一二三啊，救恩係啦，救恩，即係話救恩本乎恩，藉著信係神所賜嘅，呢三樣將佢連埋一齊，係神俾我哋嘅。好啦，跟住咧就係唔係出於行為嗱，不是出於就藍色啦，行為就係我哋嘅行為啦，好綠色啦，免得有人自誇，即係個後果啦。等我哋知道唔好誇耀啦。我們原是他的工作，我哋原係佢嘅創作品嚟嘅。喺基督裏面造成的，點解轉咗倒翻轉頭嘅？就係佢造成我哋成為佢嘅工作咯，我哋成為佢嘅創作品啦。神造我哋，我哋成為佢嘅創作品。有冇聽過呢句啊？肇事出品，必屬佳。佳片係咪？佳咩啊？佳作啊？佳品啊？必屬佳品。不過都唔係佳品啦，因為而家都冇咗，少少都冇咗。而家冇咗，即係出品都冇曬啦。冇嘢出啊嘛，都。而家係無因啊，但係神係點啊？神嘅創造品係點樣樣噶？係永存嘅，一直存留嘅，幾困難都好，一直存留嘅。咁所以咧，同少少出品係好大分別啦。神的創造是非常之好的。好了，基督裡面造成的，為什麼造回轉頭戰罪呢？
你放膽講得㗎啦，可以快啲完成啊！你哋放膽講，即係耶穌做咗你出嚟啊嘛，係咪啊？喺耶穌裏面做我哋出嚟啊嘛，所以佢轉咗咪倒翻轉頭咯，係耶穌做我出嚟啦，又為要叫我哋行善，點解個叫嗰度啊向前去啦個箭嘴？係啦，個結果目的就叫我哋行善，因為行善係綠色啊。係啦，基督徒做嘅，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哋行的。點解個箭嘴係倒翻轉頭咧？那個就是嗰度。點解唔係等於？神預備，神預備，即係神預備由你做嘛。神預備我哋去做，然後咧叫我哋行的，又係叫我哋行啦。所以兩邊都係。即是話呢度前有一個行善，所以個箭嘴一個向前，一個向後。咁呢個重點字就第一個得救啦，因為幾樣嘢都係講得救，跟住咧就係我哋嘅佢嘅創作品啦，同埋行善行為嘅關係啦。好啦，第二頁啦，以弗所書三十六節，求他按著他豐盛嘅榮耀，呢個第一樣嘢就係神嘅佢嘅豐盛嘅榮耀啦。嗱，我哋睇咗紅色先啦，幾樣嘅紅色，第一就係佢豐盛嘅榮耀。佢嘅呢個榮耀嘅意思咧，唔係淨係佢嘅榮光，而係包括神嘅屬性、佢嘅恩典、佢嘅慈愛、佢嘅能力，一切佢所有美好嘅嘢喺曬裏面。藉著佢嘅靈，咁佢第一樣嘢就係佢恩典，第二樣係佢嘅聖靈。我哋睇咗紅色嗰啲數目字先，一、二、三，使基督藉著你嘅信住喺你裏面。所以呢度講到咧三樣工作，一個就係出於神嘅恩典。榮耀，第二就是藉著聖靈，第三是基督做工。那為什麼住在你們心裡都是三呢？因為是說到基督住在裡面，所以一樣是第三的。還有後面都是的，繼續的，後面有個四的，神就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，充充足足成就一切，超過我們所想所求。祂也都祂的大能在我們裡面做工，所以這裡說到四樣神的工作。第一個就是祂的恩典，第二就是聖靈，第三就是基督，第四就是祂的大能。雖然你說這四樣未必是平衡，不過呢，即以整個句子來講，它講到四樣的神的工作，然後後果是什麼呢？我們看回，第一個後果就是這個一，這個叫你們心裡第一樣東西，藉著祂的聖靈，第一樣叫我有力量，第一個後果第一，第二，基督住在我們的信裡面，藉著你的信住在你裡面，叫你愛心有一根有基。這個呢，第一個後果是我們的後果，即是說神做這幾樣工作有什麼後果呢？第一，有力量，所以基督徒不要再軟弱，經常說死了，沒力了，沒力了，其實我們有力量的，我們成為有力的人。第二呢，就是愛心有根有基，就不會說哎呀，我現在又沒有愛心了，現在沒有耶穌了，哎呀，現在我不懂得愛人了，即是那個愛心是穩定的。如果大家認識我，你發覺你不會有一天見到我說哎呀，我今天很慘，很累，我不得閒，我不做得事了，你們做吧。你不會見到，即是認識了我很多年的人發覺我不會有一天是這樣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堅持。其實有些日子你見到我，其實我睡得很少，可能之前那晚有些什麼要做，做到很晚，然後跟著我又最後完成了最後工作，很晚才睡覺。但我第二天回到來，我不會說我今天很累，我不說話，住了你們說吧，我不會這樣的。因為我會堅持在神裡面一定有力量的，神一定會幫助我的，所以在我裡面都不會說我今天累了，我不跟你聊天，住了你們自己搞定吧。這樣我即在我裡面我是知道神很好的，所以我的信愛心是有根有基的，是拿得很緊的，而且是會即是個根基拿住泥都很緊，而且是穩陣的。這是第二個效果。第三個效果呢，就是跟眾聖徒一起明白基督的愛，即是愛心有根有基，而且能夠跟他們大家一起明白他的愛有何等長闊高深。這句說話雖然很簡單，但不是很多人做到，因為不是很多人經常都覺得哇，神真的很愛我們，神真的很大很多恩典。你問很多基督徒，你覺得神怎樣愛你啊？耶穌救我啦，耶穌幫助我啦，耶穌感動我啦，就是去天堂啦，還有什麼添啊？是很多了，就不是很想到啊。我希望大家能夠隨時隨地不斷數算到神各樣的恩典，
明白基督的爱有几大、几长、几阔、几高、几深，去几长去到几难去到的人，几阔接纳到任何的人，几高、几高大的这个爱是很伟大的，同埋几深度的入到人的心里面的。又第四咯，同埋知道呢个爱系过于人所能测度嘅，知道呢个爱咧系超乎我哋想象嘅，系谂都谂唔到嘅。咁咧第五个后果咧，就叫神一切嘅丰盛充满你哋，即系有晒神所有嘅，神嘅丰盛实在好伟大，因为神系乜嘢都有，佢有一切嘅智慧、一切嘅能力、一切嘅资源。充滿的愛，所有神有的我們都有了，然後呢就神能夠接著運行我們心裡大力，充充足足成就一切，就成就一切了，做完一切。所以這裡講到六個後果。這些如果你不是這樣聖經，你不看到的，還有你要留意哪是綠色，那你看到哪六樣，我們再看看這六樣的後果。第一，一起讀，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。第二，愛心有根有基。第三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。第四，就是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。第五，就是神的豐盛充滿了你們。第六，充充足足成就一切。咁咧，將呢六點再重複就係話，有力量，成有力的，不會軟弱的。第二，就是愛心有基礎的，不會搖動的。第三，能夠明白他的愛有多偉大。第四呢，是知道他的愛超乎我們想像的。第五呢，神的豐盛充滿了我們。第六呢，就是神會成就一切，超過我們所想所求的，所求所想的。所以我們看這個經文也是非常之豐富，希望大家都看到，哇，我真的很想這幾樣，心裡充滿力量，不會有的時候是軟弱的，就算被人罵完，就算什麼都失敗，就算蝕了很多錢，就算忽然間沒有工作都好，我們都一樣心裡剛強。第二呢，就是個愛心是穩陣的，不會搖動的，又知道神的愛。第二和第三有什麼分別的，那個愛有分別的。第二的愛是誰的愛？人，是的，人的愛。第三呢？基督的愛，是的，所以這個有分別的。所以你看到那個第二的愛心是綠色的，第三的愛心是紅色的，是我們的愛心有根有基，然後呢，我們明白基督的愛何等長闊高深，同埋咧，知道呢個愛咧係呢個就係神嘅愛咧，過於我哋想像嘅。嗱，呢個第四同第三係類似嘅，不過句子上分別，咁所以我都寫咗佢一點啦。咁同埋咧都有神嘅豐盛。咁你嘅裏面有冇豐盛咧？有好多人嘅裏面咧係好枯乾啊、枯燥啊、苦悶啊、唔開心啊、冇資源啊。但係我哋裏面係可以有不斷嘅資源。我自己咧，我覺得我有寫不盡的嘢要寫，我希望神俾我更長的時間，等我寫到更多，去幫到更多人，亦都同時去需要宣教，去訓練更多人。因為我裡面有好多豐盛啊，我希望你哋大家都有呢啲豐盛去分享俾人。你越做咧就越多，你越聽神嘅話，富人都越多嘅。而並且成就一切，最後咧你唔係話咩都未成噶嘛。啊，嗰首詩歌咩？即是说都未做完就去了，记不记得那首歌呢，他其中有一句有讲到这个岂可空手回天父呢，就说讲到做到呢，做做下做了一半呢，做不到就离开了。我见过有些人各方面的因素，有些侍奉的人员，我见过有牧师因为犯罪他不能够继续，有牧师因为他没有照顾身体，结果身体有病所以做不到，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因素，即是人可以，他就算神預備，但是他破壞了，求主幫助我們能夠走出神的路。這個經文其實很豐富，我希望大家都，其實我們這幾次看，是不是以弗所書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，是很多很多豐富的恩典，是很濃縮、很濃縮的恩典。
好啦，我哋祈祷结束吓。多谢天父神，你有好多丰盛嘅恩典为我哋预备嘅。求主你帮我哋能够咧明白神嘅爱，你嘅长阔高深。基督嘅爱真系好伟大，叫我哋嘅爱心有根有基。又知道你嘅爱咧系超乎我哋所想象嘅，系我哋人无法想象到嘅大爱。又叫基督嘅丰盛，神嘅丰盛咁多嘅恩典住喺我哋里面，时时活出呢种恩典。并且叫我们神在我们生命中成就你一切的工作，不是做一半桶水，而是成就你的计划。求主帮我们珍惜你的生命，珍惜我们有机会。多谢天父。